陈姑娘，完了！哎，这次是不嫁也得嫁呀！ 我不能对不起蝶衣。来了，参见唐公子。娘子，娘子，九后来接娘子回府了。娘子。 昨夜我去寻你，脚崴了，不然我一定是第一个寻到你的人。你该不会是生气了吧？哎，快把你家小姐扶下来。啊！慢点，娘子，娘子，一路舟车劳顿，都闷坏了吧？来，快把这个取下来透透气。啊哈哈！ 娘子，你干嘛把自己换成这样？谁是你娘？要找娘回家去找。怎么回事啊？不好意思啊，唐公子，我家小姐在路上生了一场大病，好了之后就这样了。不是说一些奇奇怪怪的话？生病了？蝶衣，你没事吧？哎，你成亲，你也成亲。哎，恭喜你们两个早生贵子。你们怎么服侍的？蝶衣，没关系，等到了长安，我一定让我爹找最好的大夫给你治，一定可以治好的。 不管你变成什么样，你都是我的娘子。快扶你家小姐上车，我们回长安。是。啊，看来有病的人是他呀，这么丑他都要娶。这招不行，到了长安，我还要再想一个别的办法。